西德，那看到你了哈。我给他拍个照片。哦，西德来了。来，发个。你看这个东西了，发在微博上。放到微博上，发到微博。不要这么激动呗！你这个不能那个，他逗熊猫不能拍上去。哎呦我的天！赵思东吧？不是我，那是在那科学探索频道，那个熊猫吃排骨。吃排骨。哈喽。你高兴什么？往那边看一眼呗，啊？就看，再看我一眼。你跟那许多我天冷，就是他不是冷，他就是啊啊，睡觉舒服。天冷不差啊，这边加大了没有？加大了，加大了。加油哎，加油哎！就看你的嘞。要，咱们修林要。你把你当爷供着还怕人呢？真是，你搞笑子。对吧？都是熊猫哎。你看，这是功夫熊猫。我知道是哪一个市啊？哪一个市？汶川那边。汶川啊，来个接头里冲啊！好，你看，卧龙怎么说？就是运气里冲了，运气过。哟，我这么厉害，我也卧龙啊！我那是，那你关键在这里待多久？这么厉害，一年了啊！这是我哟，难怪还带着我在屋里看熊，看动画片。熊出没，哦对，就